我可以帮忙录一下。OK 哦 ，OK 哦。我也听过哦。哎，一分钱记心底，一分意爱来回，一份心值得碎，一份缘互人迷。朋友出游斗三工，三秒伦理背一工。五粒苹果来相送，感恩的感恩的味，确实香。啊，老师，你是啊，想讲要唱这条歌，这个故事嘞？这个故事，嘿，透过电影哦，去个盛举办盛游活动啦。嘿，啊，我去。省友哦，省友斗三工。我去斗三工，啊，都看到一个阿婶，伊都，该，因为方便嘛，爱坐轮椅，啊，就斗三。啊！伊讲拄拄啊，形成拄啊，甲诶家人诶腹肚啊，啊，甲上新竹诶艺术节来玩哦。因为迄路无真好行哦，一定还有人边啊斗住斗散，所以我啥因为是义工嘛，啊伊迄完转诶时阵，伊就足好咧讲，啊某某人。伊甲我斗三，我即个五粒苹果送伊食，我嘛感觉足有害，所以我就感觉即个感想嘛，就来甲写落来一首安尼。啊，老师就有才，啊，他只差，敢差即个就是讲袂晓写歌。啊，我真够手工，足有诶，啊，花边嘛拢足够做，安尼讲着。太过分了、啊、你有在那个有拿到这份电子档的人、哦、拿出来看在那个群组里面啊，没有的人麻烦帮我传给其他人、哦、来先这样看一下看看一下哦，行行行一分